这个我来结，这个我来。林鹏老师更高。嗯。好，谢谢。感谢。好，不聊。没关系，我们会很快的，我们把错过大掉的时间，我们会。我会留给大家。我跟景明老师说，我来报告十五秒就可以了。十五秒，按十五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南区和平国小台中市的。那景明老师是彰化鹿港高中的那个生科老师，我是那个国小的艺术与人文的老师，所以我每次来这边上到有关于电子相关的，我就很头痛，因为那个是我完全不熟的那一块。刚刚看了前面两组的老师分享有关于电子相关的，我就会觉得很羡慕贵校的学生能够在国中当中就可以接触到，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声，就可以接触到那个有关于电子相关的知识啊或什么的。那我们以前国中可能都还没有接触到这一块，那所以遇到这一种，我到高中才接触到公民课，啊，所以就会不一样的。好，那非常谢谢两位老师有为于这一块做那个努力做分享，那我们非常的钦佩。再来由我们来做那个免缝免钉的皮质笔盒，那这个笔盒的完成品长这样，那切完的刀模长这样。那相信有去过云科的，那个是云技哈，云科的制造中心，那个大家都有做过这一个嘛？对，就是一个零钱包。那当时在做零钱包的时候，我心里都在想说，那个零钱包上面英文字要打什么？那当然就是基于一个爱老婆的那个男人，一定要上面打上老婆的那个。那拿回家的时候就是那个献给老婆说，这个今天是参加宴席，那没有什么好表示的，就拿它来那个给老婆。那之后，景明老师比我更爱老婆，他就想说他能够再继续创造出新的，那我们两个的老婆的每次生日的愿望就是希望老公能够更懂事一点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礼拜六还两家的新奇老师，那个我们都很熟。好，我们是因为有幸参加那个台中的那个这边女中的研习，那也去参访或什么的，那做了这个东西之后，那回来之后有想说那个零钱包有没有在开发？因为在那天研习的时候，就有会想说，这个刀模如果可以自己来，然后累切切一切，其实都是我们参加研习的老师那有时候的小小的想法。那有时候跟人家直接要，就有一点不礼貌，对的，那是人家的 idea。那我们想回来的时候，如果直接这样翻也很怪，所以景明老师就把它写成做成铅笔盒。那其实我发现。因为我没有近视就老花了，老花眼镜的眼镜盒也可以去改良一下再放进去。那可是我也有发现它会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里面比较粗啦，所以如果要用的话里面可能还要再有包装保护一下镜片。好，我们准备工具就是雷切，这个图最重要，就是我们景明老大他就想办法把它创造出来，去把那个图形那把它往左右拉开，我们零钱包就是短短的而已，那这个是要拉长的，然后准备工具，处理的这个，我说我们会尽快把时间赶回来，雷切完了一定会有黑边，那我们那一天零钱包是没有黑边的，因为那个是人家的刀模，咚就好了，那就削边器去修边角。再来床面处理，就是它里面的这一边，它一定要处理过，不然会戳啊，也会容易发霉。保养蜡是正面的，我的零钱包回去有发霉，就是我可能做工没有做好，然后货放的位置不好这样子。
啊，可能也包包里面有潮湿或什么。那白蜡边角，然后上蜡，因为我们有那个砂纸有弄过，弄过了之后，所以还是要边缘还是要再修一下。那修边的部分，用修边这个修边器去处理，然后再来就锁上螺丝，然后扣上皮革啊，这些东西有做过的老师大概都知道。那完成品都长这样。那第一个完了之后，我们会发现那个东西会掉出来，所以又创造了两边的那个舌衬，好通起来出来。所以以上报告，谢谢大家。那你这个是我们要景明老师要赠送给主任的。哇！谢谢主任给我们这个机会。谢谢主任给我们这个机会。下一组是明宇老师，对不对？哎，慧香老师，还没轮到你。啊？没有。还没轮到你。还没轮到我吗？对，下一组是明宇老师。Oh, sorry。太不拍的。很想，我要报告完。我们先让明宇老师先啊。我们照顺序分，再等一下。觉得是不是可以直接来看木箱骨的构造就好？我的 PPT 没什么好看的。可以，我们直接这种互动型的这个方式也是 OK 的。那可以，大家靠近过来看就好。这个可以，我们直接去前面哈，我们就直接近距离的去看我们的作品，是，然后直接现场的，也非常的有趣哈。所以会。这有打开看得到里面吗？那可以打开，我就准备打开给大家看。哦。抽奖。所以最早是在那个台南的某一个家具的博物馆吧，然后有看到这样子的东西，发现可以自己做，后来在网络上找。然后找来找去就找到许多的资料，所以在上个学期在停课期间，我就做给学生看，没有给学生做过。所以这个还没给学生做过？没有。老师，它成本大概？成本啊，没有算过来。没有算过，这个要给学生做就要算成本了。对。所以说，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。这个是本品吗？啊，就是买得到的吗？这个买得到，这个是小骨的响线。哦，小骨的响线。哦，小骨的响线。在打的时候会有两种声音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会打，所以说我只能够让它发出声音。
所以说会在上面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音色，就是透过这个小鼓响线。所以说木箱鼓它可以在打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动作的不同而造成不同的音色。然后发现有许多的那个参考的影片，它都会去调整这个，就是说这个响线跟鼓面之间接触的程度，也可以是锁住，不让它接触鼓面，那就是单纯的鼓声。那所以说，就利用这样的构造，所以这个是我第二个作品，然后第一个是这一个。第一个的话，我参考的资料是在这里面调。所以在用料上面也都没有很讲究，就是用一般的木芯板和夹板，然后尺寸大小呢，只是上网去看人家卖的木箱鼓的尺寸，然后去看大小多少。然后第一次做的是做这一个，这个其实是自己找现有的材料来做的，就是提供一个那个拉扯的力量，所以说透过这一个旋转之后，它就会转方向。哎，对，所以说我就可以让它转动过来，让它不要是找自己的，自己想的啊。不过也是参考别人家的想法，其实我用我现有的材料一件来做。然后所以说这些木板是原本教室里面就都有的，好，然后需要买的就是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那这个都是给那个不止不如，所以我后来找到这个一组110元是最便宜的。这两个？没有，这其实是一组。哦，这样。一组剪成两个就有100。对。哦。所以说，大家可以估计一下要多少钱。木头比较贵吧？对，木头。课桌以外低。课桌以外低啊。课桌。是我们学校现在课桌也都是塑胶的。没有木头的，我们还有一年级的要淘汰掉，即将淘汰掉，他在暗示给你了。哦，你们大笑，那个大笑，你们大笑，那个桌椅都很棒哦，是我们要买更好的。对，我觉得需要再去尝试的，也许就是这个响线，它的位置可以高一点或低一点，然后还有也许这板子的厚度，像我看到很多的参考的资料。其他地方都会是粘死的，就这一块会是用锁的，也就是说这一块应该是可以更换的。哦，这块是可以更换，那可能会有不同的材料或不同的效果吧。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还可以再继续尝试，就是说还可以去做，就是我可以去打看真正的木箱，因为我没有真的打过或听过的，比较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差异，或是找会打的。不过这是我比较缺乏能做到的。可是我们学校学生都坐在上面的，对，他们刚刚是斜着，他坐着跟斜着不知道有什么效果不一样。因为我没有拿下来做了啊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设计这一个，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，然后精彩都会翘起来，对，他们也会翘起来，对。它的声音的传递的效果比较好，它的振动的效果比较好。是，那所以说，像我拿回去给我女儿做的时候，是觉得太棒。哦，对。所以说后来就做了另外一个。哦，振作响。声音高低有差吗？应该会，一定会。是跟音铁还是跟那个里面的金属？应该是跟金属反应的。
我觉得是跟这个大小。金属是没有，我觉得大小应该是两边。我锁住了，我锁住了。是锁住，就是锁住。哎，对对对，这我后来想出来的做法。这里面有锁，有埋了一个螺丝，然后这个。这个应该说螺帽嘛，然后存进去可以锁住，所以可以锁住，那可以有不同的设定，可以接触多一点或接触少一点。嗯嗯嗯嗯嗯。这个设定可以。哦，没有，我都是上网去。可是老师，那当初你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一个？哎，也是，也是，哦对，之前这个因为这边就没有啦。这个的话就是。我把它缩进去的时候，在敲打的时候会有听到它回声，它在那边晃动的声音，哦，还是会听到一些。所以说，后来这个就是压在这上面的话，就比较避免它震到。是是是是是的。嗯，大家参考一下。嗯，非常好。那我的报告就到这边。